生日纠办狂欢三天，梁朝伟冷战刘嘉玲。六月十七日是梁朝伟52岁生日，前一天伟仔就跟杜德伟、吕方等一票好友提前吃饭庆生，清一色都是男性友人，所以不见老婆刘嘉玲实属正常。而到了生日当天，孝顺的伟仔则是把时间留给妈妈，母子俩跟朋友约在文华酒店吃饭。这时刘嘉玲又不见踪影，原来她在铜锣湾出席代言活动，工作缠身也难怪。小蜜之后会帮伟仔好好补过生日吧。但6月28日一大早，只见伟仔又孤身一人出门，跟朋友一起去游艇聚会，晚上又跟朋友一起去吃日本料理。那刘嘉玲到底去了哪儿呢？原来他去朋友的豪宅开 party， 玩到凌晨4点才回家。镜头前恩爱的两人到底为什么生日却没有一起过呢？据传言，原来伟仔的妈妈一向不满刘嘉玲经常绯闻满天飞，加上结婚多年也生不出个蛋。啲八卦杂志话你哇好想有细路仔啊，梗唔系啦，我而家咪凑紧梁生咯，凑紧梁生。让伟仔面子挂不住，婆媳关系越来越僵，伟仔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，干脆少见为妙。看来两人的婚姻也不妙啊。